今天的题目有点长，但我们还是尽量把它做完。啊、大家好，我是 Paul， 就到周英文起读。这里有30个字，那这30个字呢，是一个网站整理出来，他们认为，哼，这些啊，就应该被马上收进字典里才对了。所以这30个字蛮有创意的一些新词、哦、好，我们就一个来看下去。第一个叫做 asshole， 一般人骂人家屁眼叫 asshole、ass 就驴子屁股之类的。那把它 ass 变成了 ask 啊，问事情。所以这是 a person who constantly asks for your advice yet always does the opposite of what you told them。 所以他就跟你要意见啊，跟你要一些参考的一些想法，结果他又不照你的建议来做啊，所以这样的人叫做 asshole 啊。好，有些我们可能不要花太多时间解释，因为30个我真的觉得怕解释不完。那我们再往下看，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他说 someone who asks many stupid, pointless or obnoxious questions， 就一直在问问题的人啊，一直用问题来烦你的人，大概也可以叫做 asshole。fine。那第二个叫做 badgasm。那我们尤其大概另外一个重点是把它这些字的原本的样貌讲出来。所以原本这个字是 orgasm， 它的意思就是性高潮。那它把 org 改成了 bed 啊、哦，那应该把 or 改成 bed 啦。所以 bed 就床嘛，那床跟高潮什么关系呢？所以他说的是 a feeling of euphoria experienced when climbing into bed at the end of a very long day。所以就是你啊，经过一天很疲劳，就一爬上床就觉得哦舒服了啊，这叫做 badgasm 啊，爬上了床就高潮啊 ，badgasm。所以这里有个词叫做 euphoria 就是那种啊，仿佛升天的感觉，到了天堂的感觉。这个字也打一下好了哈 ，euphoria，OK、okay? 好，所以把 orgasm 变成了 badgasm， 那这是一个新字，来下一个。Expectation， 但这来自于 expectation。那 expectation 是期待，这个字应该还 OK。那把期待的 ex 的部分改成了 text， 也就是简讯。所以你在等着一个人回你简讯，一直等，一直等，就是期待，这样就是 expectation。So the anticipation felt when waiting for a response to a text。啊，所以这应该没问题，这是一种期待，一种 anticipation。下一个叫做 chair drop， 好，这个我也看了一下，那看一下注释 ，piling clothes on a chair in place of a closet or dresser。OK， 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floor drop， 所以这两个字它都来自 wardrobe。wardrobe 就是你的穿衣风格，你的衣橱、衣柜里的所有的衣服。啊，所以你衣柜里所有的衣服就是你的 wardrobe， 所以冬天会穿什么，夏天会穿什么，秋天穿什么，这一整套就是你的 style， 所以这就是你的 wardrobe。OK， 所以你有时候回家不见得把衣服马上放进衣橱里，你可能脱下你的外套披到你的椅子上，然后脱下你的毛衣放在你的椅子上，什么都放在你的椅子上，所以就变成了 chair drop， 所以把 wall 这个字改成了椅子。那相对来说呢，如果你把回到家什么东西都放地上，我有时候会把衣服放地上，我坦白说也可以叫它 floor drop。 OK， 好，所以来自 wardrobe 还有 chair drop 跟 floor drop。 好，所以把 drop 留着，前面的字换掉。再来 master dating， 那这个字原本来自于就我们讲的自己安慰自己， OK， 手淫这样子，所以 masturbate是他原本的样子，那他把 bate 换成了 date， 就是约会啊之类的意思。所以什么叫 master dating 呢 ？master dating going out alone to a movie or a restaurant， 所以你自己跟自己约个会，所以自己去吃饭，自己去看电影，好像是一个 date， 可是你却又像自慰一样自己做这件事情，所以叫做 master dating， 还蛮生动的。再来 selfish。一般来说的 selfish 呢，当然是自己 ，self， 对不对 ？self， 但他把这里的 self 呢改成了 cell， 然后后面还是加 fish，OK，、okay? 所以 cell 就是手机嘛，所以一个人一直在讲手机，不理别人 ，so an individual who continues talking on their phone so as to be rude or inconsiderate of other people，
所以你就一直自己讲手机，然后就不管别人，就被看成是一个没什么礼貌的人，不太贴心的人，没有照顾到大家对你的社交感受 ，selfish。OK， 再来 ，conversation， 它当然来自 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就是conversation， 好，就对话，对不对？所以把 con 变成了 none， 什么意思呢？没有意义的 ，a completely worthless conversation， small talk， 这叫 conversation。所以我们很习惯 small talk， 甚至我们有一种教学教人家怎么去好好的 small talk， 我都觉得可以值得分享一下下。要是你对 small talk 觉得总是很有困难的话，所以这里教你，你想一个字叫做 form， 就是 form 这个字，可以理解为表格，可以理解为形式，但你把 form 这个字拆开来，就是 small talk 的很好的四个不同的话题。第一个 F 就是 family， 跟人家聊家人没问题了。啊，所以跟家人住吗？爸爸妈妈都好吗？哎，听说上次你哥哥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了？啊，对不对 ？So talk about other people's family. That's always a good starter. O 是什么呢 ？Occupation， 跟人家聊人家的职业、事业，甚至兴趣。OK， 那下一个 R 是什么呢 ？Recreation， 就是聊人家有兴趣的事情啊，是不是最近开始打高尔夫啊？哦，你是有收集 Pokemon 的卡是不是啊？是不是最近的萨尔达很好玩啊 ？Recreation， 那 M 是什么呢 ？Money。好，尤其成年人里面 ，it's always a good idea to talk about investment, money, right, options 啊之类的。好，所以 form， 所以这个叫做 small talk， 现在它可以叫做 conversation。再来 ，dystonisia， 那它来自 amnesia， amnesia 就是失忆症 ，OK， 健忘症。那它把前面的 amne 的部分改成了 dystonisia， destiny。或者 destination， 那它的意思就是目的地。所以你到了一个地方，可是你却忘了去那里干嘛。So when you get to where you were intending to go, but forget why you were going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好，所以这蛮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或许我像我以前可能会说，哎，我到我这个到我爸的房间拿个什么东西，结果一进到我爸房间，发现我要拿什么忘记了。所以哎，这或许就是一种 destination。好，再来。Errorist， 那这个字当然来自于 terrorist。OK， terrorist 是恐怖分子，那他把 terror 改成了 error， E R O R， error 就错误，所以 errorist 呢就是 someone who repeatedly makes mistakes or is always wrong， 所以永远都把事情讲错的人，常常犯错的人，他就是一个犯错学家、犯错家、犯错者 ，errorist， 蛮有趣的。再来。Carcolepsy 这个字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会比较有点难解一点点。什么是 carcolepsy 啊？那尤其我把下面的这个注释看一下 ：a condition where a passenger falls asleep as soon as the car starts moving。所以你是车上的乘客，那车子一开你就开始睡。哦，哎，这样很多人应该有这个状况吧？对不对？哈，车子开动了就觉得摇摇晃晃的很好睡。所以再读一次 ，It's a condition where a passenger 就是乘客 falls asleep as soon as the car starts moving。那为什么会长成 carcolepsy 这个字呢？因为有一个字叫做 narcolepsy。narcolepsy 是什么？嗜睡症啊，嗜睡症应该没问题啦啊。有这个问题的人甚至不太应该开车，因为一边开车开到一半，突然间就打起瞌睡来。That's a terrible idea, right? So narcolepsy 变成了 carcolepsy， 还不错啊。下一个这蛮搞笑的 ，ambitious， 这个字当然来自 ambitious， 那它的意思 ambitious 的意思是有野心，所以他把这个后面的 bitious 变成了 bitch 这个字，就我们骂人家母狗之类的，哈，骂人家excuse me， 骂人家婊子、母狗之类的，所以变成了 ambitious， 所以它的意思是 striving to be more of a bitch。Than the average bitch， 要是有一个女生很故意的，就是要让人家觉得怎样，老娘就是贱这样子 ，OK， 她也可以叫做 ambitious。对不起哈，等一下这边。好，没事，我们继续下一个 hibernating， 那它当然来自 hibernate 这个字。
一样，这是个托福雅思可能会出现的字。讲到生物学的时候，讲到有些动物会干嘛呢？冬眠，就 hibernate。那他把 hibernate 呢 ，N-A-T-E 改成了 D-A-T-E。那 D-A-T-E 又讲回刚刚那一个，像是上一个字刚出现什么字啊 ？Master dating， 对不对？所以他把这个 date 呢讲成是约会之类的状态。所以约会跟冬眠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他这里的意思是 ，when a person ignores their friends in favor of a boyfriend or girlfriend， 我们讲简单一点，马子狗之类的 ，OK？ 有了女朋友啊、有异性没人性，所以当他因为他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开始忽略他的朋友们，所以在朋友间他就仿佛像冬眠的都不出来了一样，躲在他的山洞里之类的。可是事实上他在 date， so this is called hibernating。All right， 下一个字我最近还真的有看到 universe。这个 universe 的 you 呢变成你的 y o u， 那这个字大概蛮好猜的，就总之啊，世界以你为中心。所以这里的 universe 叫做 used to indicate that a person has knowledge only of him or herself， 所以他什么他只知道他自己的事啦。 So a person has knowledge only of him or herself， their universe consists only of them， 他们的宇宙里只有他们自己 universe。 好 OK， 下一个所以刚那个字它源自于宇宙这个字 universe。 好，所以把我前面的 U 变成了 YOU。下一个叫做 Internet， 那它当然来自 Internet， 也就是网际网路。那把后面的 net 改成了 nest， 那 nest 呢是巢的意思，鸟巢的巢，可能不能讲动物，就不能泛指巢穴的概念。如果你要讲动物的巢穴，我们一般讲的可能是 burrow 这个字 ，burrow， OK， burrow， 那鸟巢的巢 nest， OK， 好，所以不太一样。那什么是 Internet 呢？The cocoon of blankets and pillows that you gather around yourself while spending long periods of time on the internet. 就你啊，躺在床上，用一大堆毛毯跟枕头把你自己围起来，所以搞得像一个巢一样。那你在里面干嘛呢？你在里面上网，所以叫做 internet， 还蛮有趣的。再来。我们知道哥伦布这个人，哥伦布，我讲的不是那个教英文频道的哥伦布，讲的哥伦布是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那他叫做 Columbus， 那他把它变成 ing， Columbusing， 什么概念呢？其实我们知道哥伦布也就是把本来存在的东西，然后里面本来有美洲原住民，管你的，这是白人发现的，对不对？好，所以从此以后美国，那时候还不是国，总之美洲啊变成了白人地方这样子。 So when white people claim to have discovered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around for years, decades or centuries， 所以当白人声称他们发现了某个东西，但那个东西其实已经存在好几年、好几十年，甚至好几百年了，这叫做 Columbusing。 好 OK， 再来下一个字也稍微要想一想，所以他写的是 unkeyboardinated。对不起哦 ，unkeyboardinated， 中间还有多一个母音。那这个字呢，它原本是 uncoordinated。OK，uncoordinated、okay,。那什么叫 coordinated？ 就是协调性不错，很有协调。OK，coordinate、okay? 这个字就协调的意思，所以 coordination 变成它的名词。那假设你手眼协调，我们讲的就真的是 hand-eye coordination， 所以 hand-eye。coordination， 我们可能中文叫眼手协调，可是英文变成了手眼协调，不是 eye hand coordination， 是 hand eye coordination。好，所以 coordination 是协调。那要是你很不协调，好，你丢球丢不太远之类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很顺畅的把力量从脚一路传到身体，再传到你的手，传到你的指尖，然后把球给丢出去。你的协调性并不好，我自己本身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一种人，现在我觉得我要好一点点，自己觉得哈。好，所以 I am kind of an uncoordinated person when I was young. Okay, uncoordinated. 那他把里面的 coordinate 换成了 keyboard 这个字，那 keyboard 是键盘，你知道，所以什么意思？ When you are unable to type without repeatedly making mistakes， 所以要是没有办法在打字的时候一边打。一边躲开犯错，所以你一直打一直犯错，然后就只好一直按回复键，然后再重新打那个字这样子。所以那表示你的键盘协调度不好嘛。So unkeyboardinated， 蛮有趣的一个字。再来
after clap。clap 这个字就是拍手，那这个字大概没什么原本的样貌，我猜啦，因为 clap 就拍手。那什么叫做 after 拍手呢？它的意思是 the last person who claps after everybody else has stopped。有时候那种很尴尬的状况，大家在拍手，耶，好棒好棒嘛，就一停下来，另外一个人才发现，哎呦，他才开始拍，就有点丢脸，有没有？蛮 embarrassing 的，所以这叫做 after clap。Fine。其实 after 后面能记的字很多 ，after thought 我们之前讲过，after 还有 after 什么？算了，先不想，回来这里 ，beerboarding， 什么是 beerboarding？ 它来自 waterboarding， 所以 waterboarding 怎么翻译？简单的说，翻译成水行 ，OK， 不是水行侠的水行，就是刑罚的那个水行，就铺一个毛巾在人家的口鼻上，然后一直倒水，一直倒水，造成他会呛到，造成他有溺死的感觉。其实我有时候觉得，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一桶水，然后把人家头浸下去溺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用倒水的？我在想，说不定倒水的方式比较省水，所以他们还蛮环保的。我乱讲了。好，所以什么是 beer boiling？ Beer boil 就是把 water 换成了 beer， 所以他说的是 extracting secret information from a colleague by getting them drunk。所以你想要从你的同事身上来，从他身上挖出一些秘密的消的讯息。然后你就灌他酒，灌他啤酒，喝醉了他就开始吐真言，所以他不用水来到做水行，他用啤酒来做这一件事情。水行其实也就是，好像你看你去责罚人家，就是为了要让人家能够去坦诚他的罪行啊，或者愿意说出一些秘密嘛。水行的目的也就是这样嘛。好，再来 divorce， 那本来他是 divorce 是离婚。他把离婚的 D-I 开头变成了 D-U-D-E， 也就是男生之间会互相称呼的 Hey dude， 好，哎，家伙这样子 OK。 所以什么是 Dudevorce？ 就是男生间的绝交。 So when two bros officially end their friendship， Dudevorce， 很可爱的一个字。再来 Epiphanot， 它来自 Epiphany。 什么是 Epiphany？ 就你突然间得到一个想法，灵机一动啊， epiphany 啊，得到突然间有个启发，做一个什么事情，所以那把后面的 ny 结尾变成了 not 否定的。So an idea that seems like an amazing insight to the conceiver, but is in fact pointless, mundane, stupid, or incorrect. 所以你想到一个 idea， 哇，这个 idea 很棒。那对于这个 conceiver， 也就是想出这个 idea 的人啊，孕育这个 idea 的人，所以这个 idea seems like an amazing insight， 然后这 insight 就洞见这样子。所以你想到一个什么 idea 觉得很棒，可是事实上它一点意义都没有啊，这个 pointless 没重点 ，mundane 啊，然后 stupid incorrect 的一个想法，所以它其实什么都不是，所以它叫做 epiphanot 而不是 epiphany。那 OK， 再来。Enlightening， 它本来的样貌是 enlightening。那你看到中间躲了一个 light， 就是光线或者灯之类的意思。那 enlighten 就是你想象一下，我头上突然间一个灯泡亮起来，哦，像以前的卡通影片一样。所以就是它有启蒙、启发，让人家突然间理解事情的概念。OK。也不一定突然间啦，总之像我跟你讲了一件什么事情，然后你就觉得啊，我被启发了，我懂了，所以你就说 I feel enlightened 这样子 ，OK？ 所以历史上有一个启蒙时期，那它就叫做 the Enlightenment 这样，所以 enlighten 变成了 enlightening， 好，把 en 改成了 un 在前面，就是反义了。所以它的意思是 learning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 dumber， 你学到一个什么，就会让你自己变更笨了 ，OK？ 再来 nerdjacking。那它原本来自 hijack，OK，hijacking，hijack、okay? hijack 的意思就是像劫机之类的 hijack， 有 hijack a plane 啊、oh, ，hijack， 那把 high 变成了 nerd，nerd 是什么？就书呆子之类的。所以你呢，就像是被劫机挟持了一样，他就一直跟你讲一些哦，你知道吗 ？Pokemon 多好玩，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你一点兴趣都没有，内心在打瞌睡，眼睛在翻白眼。但是你被他挟持住了 ，OK？ So filling a conversation with unnecessary detail about one's passion to an otherwise uninitiated or uninterested layperson 啊，所以总他跟你讲一大堆，他认为很有趣，甚至可能是很专业的东西，可是你却一点兴趣都没有 ，OK？ 好，像这边有个字叫 layperson， 以前我们叫 layman，
那 layman 大概就不能用了，因为后面是男人，所以改成了 layperson。他的意思其实 很简单，也就是市井小民这样子。OK， 就平凡老百姓 layperson 这样。再来 nominum， 那他原本来自 homonym。OK， homonym 的意思是，你看到什么 num 结尾哦，就是什么什么词，例如我们中文讲同义词、反义词的那个词这样子。OK， 或者缩写词，好，我们这几个都打一下好了。所以同义词叫做 synonym。OK。Synonym， 那 antonym 则是反义字，那还有这个 acronym， 其实还有相当多的 num， 我自己也不是那么容易马上想得出很多个，现在立刻想得到就三个 ，off the top of my head。所以 homonym 就是同音字啊、哦，这样子，所以同义字 synonym， 反义字 antonym， 缩写字 acronym， 那同音的字 homonym， 那他把 h o 改成了 n o nominum， 那什么意思呢？就 a food that tastes like another food， 所以两个食物吃起来根本差不多啊，所以同样的味道的食物。那 N O 开头的字有吃的意思啊，大概就这样。好，大家说了这样也就够了。下一个 doppelganger， 那这个字原本的样子是 doppelganger， 那 doppelganger 据了解是个德文字，它的意思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另外一个人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然后他跟你并不是。就可能他远千百万里之外，这样西班牙某个人跟我长一样之类的，我觉得这很好笑。就我姐姐妹妹曾经有一次在地铁上看到一个那个招募人才的广告，那招募人才的广告里面有一个亚洲人戴着一个钢盔，然后在那边好像是个工程师，长得爆像我的，所以我姐姐妹妹就说：“原来你没有回台湾，你在加拿大偷偷打工是不是？”这样，那所以那个人就是我的 doppelganger。OK。那他这里把改成了 double banger， 那什么是 bang 呢？他有其实意思很多，像声状词 bang 一声这样子。那可是 bang 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打炮这样子。所以 a person who has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someone that looks identical to them but is not related。所以你跟一个人打了炮，那那个人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可是偏偏你跟他也并不是兄弟姐妹，没有关系就是。好，所以你上了一个长得跟你很像的人。再读一次 ，A person who has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someone that looks identical to them， 这 identical 就是一模一样这样子 ，but is not related， 但跟你却没有关系这样。快讲完了，25个 irrational 啊，它原本来自的字叫做 irrational， 那 irrational 也可以再把它讲回更根本的字，就是 rational 就是理性的 ，OK， someone who is rational。Can be reasoned with, rational. 那把它变反义的 irrational 不理性。那他把这个 ration 中间把它改成了 right 这个字，它变成了 irrational。那什么意思呢？ Someone who irrationally believes he's always right. 所以这个人很没有道理的，就是相信他怎么样都是对的，所以他一定是 right 的，所以 irrational. OK. Cupidity. 那它来自于它里面有 Cupid 这个字，那 Cupid 这个字就是丘比特 ，OK， 丘比特不要把它想成是什么 Jubi 什么鬼的，不是，不是 Jupiter， 尤其不是 ，OK，Cupid， 好 ，Jupiter 是其中九大行星其中一大哈，所以 Cupid 就是那个刚刚讲的爱神丘比特，那这个字其实来自 Stupid， 你看它后面都一样 ，UPID 有没有？所以 Stupid。跟 Cupid， 那它的名词 stupidity 也是很常见的 stupidity 。所以什么是 cupidity 呢？好 ，the stupid things you do when you fall in love。哦，这个字我觉得还不错。所以当你喜欢上一个人，你陷入爱河里了，你就会做一些蠢事，而这些蠢事呢，就是因为你爱上这个人才会做的。所以这就是你的 cupidity。这个字好难念哦。OK， so cupidity。All right， 下一个 hashtag， 它来自我们一般知道 hashtag， hashtag 就是我们常说的主题标签。那把 hash 变成了 ass 屁股，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一大堆很废的一些主题标签，然后又把它串在一起，这样子，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hashtag。这样 OK， 好，这个字也不是很需要解释，大概再来 juggernaut， 这个是来自 juggernaut。
那 Juggernaut 就是类似庞然大物之类的。OK， 好，那什么是 Juggernaut？ 所以他把后面的 NAUT 改成了 SNOT。SNOT 这个字我们大概上礼拜还是上礼拜讲过。OK， 就是鼻涕 snot 这样子。所以 Juggernaut 就是一大坨鼻涕，简单的说。OK， 那对不起，我讲的有点快，再看一次。A huge impending sneeze you can't prevent 啊，这才是他的意思。所以你知道要打一个很大的喷嚏了，那你在打喷嚏又喷出鼻涕嘛啊，所以我才刚刚有第一个那个想法。所以 impending 就是即将发生的，你即将要打一个很大的喷嚏了，而且你完全停止不了它，那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 juggernaut。Fine, all right。那打喷嚏其实是 sneeze 这个字。OK, sneeze。好，下一个字叫做 EGLAF， 这个字根本没什么好解释， 它就是一个 It's a word that has no meaning, can be used in place of any other word 所以这个字本身没有任何的意思，你把它拿去套在别的用在别的地方也是无所谓，反正它没有任何意思。我觉得这一点让我有点看不真懂，那这个字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好，算了啦。最后一个字了， Chipties， 在美国吃洋芋片叫 Chips。OK， 但我知道在英国 chips 是变成薯条。那什么是 chip tease 呢？ tease 这个字一般来说就有调戏之类的意思，开个玩笑 tease、像假设你有一个狗，然后你要给它吃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它凑过来你又不给，然后走掉了你又过来过来过来吃，然后过来你又不给，你在 tease 它这样子。OK， 你在调戏它，戏弄它。所以为什么洋芋片会戏弄你？因为你知道吗，洋芋片打开来里面都一半空气，你以为满满一包满个屁啊，一半是空气，甚至五分之四是空气。所以他这里说的是 When you buy a bag of potato chips thinking that it'll be full but it turns out it's just air. Yes， 好，所以你买了一包洋芋片以为它是满的，但一打开 it turns out it's just air， 它里面只是空气而已。 Yeah， 好，我们很快的讲完了，有很快吗？好像也没有我们讲完了这三十个字，那这些是大家认为应该马上就要被纳入字典了，因为他们都很有趣，我也是这样觉得啦。所以会不会看到有些字开始真的被纳入字典了？说不定 ，We never know。OK， 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